据说这是诸葛亮送于曹操的礼物，名为八卦锁，是根据八卦原理设计而出。它的玩法就是不使用工具将它给拆开。假如你这样硬拉硬扯，是打不开的。透过两半之间的缝隙，可以隐约看到，里面是有东西卡住的。想解开它，首先就要把里面机关给破坏了。据说曹操当时为了破解它，想了三天三夜，最终导致头疼病发作，差点就一命呜呼了。你知道如何解开它吗？下面掌声有请我给大家解一遍。其实呢，想解开它，我们就要用到离心力原理，把它放在桌面上，这样旋转一下，一次不行时就多转两次，这样就成功的解开了。古人真是太聪明了，打开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机关，无论你是向左或者向右倾斜，里面的插销都会自动锁住，只有旋转产生离心力的时候，插销才会自动收缩回去。收缩回去后，我们两半再这样扣上，拿起来摇晃一下，它就又锁上了。此处有掌声吗？